说，你现在先跟我讲你在哪里、啊。好好，你打电话给他们讲好不好？喂，嘿，我派出所。到了。你是哪位？怎么回事啊？我就派出所啊，你问我有什么问题，我才问你有什么问题哎。不是派出所就派出所，派出所怎么了吗？对啊，有违法是有犯法。啊，我就问你呢，账户是谁的？你就直接讲啊。香港啊，公司专员。你什么公司专员？我要出示，我要怎么给你出示证件？啊，不然你开视讯啊，不然你开视讯啊，你敢不敢啊？你敢不敢开视讯啊？你是不是在机房？敢不敢？你敢不敢啊？我就问你敢不敢开视讯呢？敢不敢啊？我就问你敢不敢开视讯啊？敢不敢？敢不敢啊？你不用回答，小姐，这个就是诈骗啊！对啊，你有怎样汇钱给他？他不敢啊！对啊，他根本就不敢、啊，他不敢解释什么啊？